一年一度的妈祖文化专车即将在4月9号开放报名，今年一共有6大路线。为了鼓励年轻人带家中的银发长辈来参加，今年除了走访大理义福兴宫、台中乐成宫、南屯万和宫等历史悠久的宫庙之外，还加入了 DIY 课程体验，像是做太阳饼、手工艺等等，希望让民众深入体验台中妈祖文化，并且了解在地特色。一家人讨论要去哪玩才能玩得尽兴，最后决定报名台中市妈祖文化专车，鼓励年轻人带家中长辈出游。是否规划妈祖文化专车，以6大路线走访百年宫庙参拜、特色景点游玩等，要让民众畅游台中。哦，不单是去宫庙，我们还会有 DIY 哈，那其实还有神秘大奖可以摸哈，摸彩哈。那这个是我想这个文化专车一直深受市民喜爱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妈祖文化，这个属于比较是阿公阿嬷喜爱的文化，我们也希望可以传承下去哈。所以这次的设计其实也很适合小朋友哈，年轻人一起来哈。有6个路线。有26个车次，那大概呢，我们有910人的人次呢，可以来参与今年的妈祖文化专车。我们报名日期呢，就从4月9号就开始了啊，到13号啊，透过网络报名，我们再进行抽签。妈祖文化专车4月9日起开放报名，250元就能畅游特色景点。除了随车均配有导览人员，今年还特别加入 DIY 课程设计，像是手做太阳饼、手工艺等，希望民众也能够了解在地特色。你除了来拜拜，来拜妈祖了时，你搁有法通搁看到啥物物件？那么按你讲，汉溪妈祖庙是本身是古迹，古迹了时，伊基本上就是有诶在伊诶建筑。那么建筑内底时哦，按常讲的，这个建筑就是一间艺术的殿堂。所以来讲，按汉溪妈祖庙时，你会看到足侪木雕、石雕、剪帘、高枝、彩绘。第一梯次会在5月初发车，6大路线将带领市民走访南屯万和宫、台中乐成宫、大甲镇澜宫等妈祖宫庙，以及山海屯城等相关艺文景点，要让民众一游台中迷人风貌。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。